其实我跟大家呼吁的一样，我真的希望梦幻把这个女拔木啊给封掉，真的，我是看够了，真的，从他妈的，哎，没说，我从16年开始玩，到17年双龙宫时代，对吧？双龙宫毁天灭地，炸来炸去，好了，到了18年初的时候，他妈女拔出来了，好家伙，这个女拔他妈一出来就不肯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驼子吧，中间也牛逼了一段时间，对吧？然后来也暗淡了。你说大唐吧，时强时不强，他虽然叫亲儿子，他也时强时不强。这果子吧也是在崛起，对吧？倒也好说。你好家伙，你看这个女拔，你妈的一出来就把法系一哥的位置给牢牢的霸占，一霸占就是3年，这快4年了都。从18年1月份到今天，你们是21年的7月份了，还是女拔的天下。在梦幻有史以来的这所有的门派里面，你们见过有这么坚挺的门派吗？坚挺的门派吗？所有的门派他妈历经4年还能当一哥，什么概念？贼夸张！他中间还被砍了几刀，还是第一法系。你拉了一点子都没有，真的，你真是拉了一点子都没有。